等等会儿哈。等我一下，我点个外卖，点个外卖啊。我跟你讲，他什么我得骂，我得怼他，我告诉你嫂子，我怼他，我是怼天怼地怼，怼天怼地怼空气的那种。等一下，我看他发给我是哪一家的来着？云岩店的。哎呦！黄金薯条还是炸鸡年糕套餐？黄金薯条，等一下我点个外卖啊！等我一下。黄金薯条，薯条，薯条在哪？是炸鸡年糕套餐这个，风风，等我一下点个外卖，你叫他来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嫂子，嫂子放过我，我错了，嫂子，我错了。我错了，你他趁我趁泽哥不在的时候，我口嗨一下嘛，我不敢。好，你马上抢蛋给我送过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越觉得外面能送我，你来给送，真的就送了。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是不是这个黄金薯条？九，你发给我这两样狗了吗？好嘞。你点了，你发给我哈。我一直在家呀。他们家的话就这两样哈，我提交喽。好嘞。不是，嫂子肯定会帮着哥损我的，他俩夫妻同心，我就是一吃狗粮的。有啊，我之前播过呀，我之前通宵播了个一个多月的样子，播过。另外一家的你也可以发给我，然后我这边还有红包嘞。你不说话，那也不行。我们怎么变得那么生分？
零零七哥没有，没有。私聊吧，私聊吧。谢谢嚣张哥的荧光帽，谢谢。听说司马你要怼我，嫂子呀，放过我吧，我要下播了，我要下播了，我不敢啊。怎么能这样子呢？单身狗就算了吧，还得吃你们狗粮，还得挨怼。谢谢嚣张哥的荧光帽，感谢嚣张哥，谢谢。私聊吧，看看私聊了吧。没事儿，零零七哥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自己会处理的，没关系，谢谢你哦。吃三条青瓜，什么玩意儿？露露是我，安安也是我，都是我。露露是我的本名，安安是艺名。做主播的能没几个艺名吗？是不是？等会得穿个裤子。谢谢晨曦哥的荧光棒，感谢晨曦哥。露露。感谢晨曦哥的招募灯，谢谢。叫什么四玩呀？这要是当时安安取个露露酱作为直播名称，酱一般带什么酱啊？那觉得我觉得应该是室内的吧，我户外的哥，我户外的。四玩这个人过不去了，我要换名字，我现在就一吃一碗，我要换名字，我不管，我要换名字。
露露酱当时就想随遇而安。看着挺瘦的一姑娘咋那么能吃，原来你知道为啥那么能吃吗？原来徒步嘛，徒步的时候一整天不吃饭，到晚上六七点的时候吃一顿，那一顿你想饿一天了能不吃四碗吗？因为吃不着饭，你给钱你都买不来饭，那山路上一个饭店都没有，一个人家都没有那种，饿一天就那样子，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五六点六七点，有时候七八点的时候吃一顿，你想想我饿他十几个小时还得走路，我能不吃四碗吗？就一盘菜，就一盘胡萝卜炒肉丝，现在终于胖了，为什么找不到吃？他们不是说我找不到男朋友，他们直接说我嫁不出去，他们直接说的是我嫁不出去。那个时候我是真的，就怎么说呢，身上的背包啊重量啊什么的，你能轻就轻，不会再增加一点重量，不想再增加一点重量，哪怕饿着也不想增加一些重量。后来直播间哥看不下去了，给我那个就从他们那个地方给我寄的零食一堆，满满的一大箱，还好那个时候要到家了，否则我带都带不住。破案了，我现在就吃一碗呀，就吃一碗。你家不出去就是出去，说多了就成真的了，那就怪你们，那还是怪你们，都怪你们，那你们说。那你们说，我是一碗一盘菜，在饭店炒一盘菜，然后吃四碗饭。我今天又要被吃狗粮，好难受。不找，那你不变相的说嫁不出去吗？不嫁了，不嫁了，磨你们一辈子，不嫁了，就磨你们一辈子。我那个时候也有拖小车车呀，真的嫂子，他们真的就是天天说啊，你嫁不出去，行吧，嫁不出去不嫁了呗，那就磨你们一辈子。
欢迎浩浩哥。没做，今天没做饭。我看外卖到哪儿了。骑手正在赶往商家，离商家还有一点二公里，还有一点二公里，我的个妈呀，那真够远的。小板凳坐等，结果他说懒得怼我。我为什么到楼下直播呀？楼下什么都没有，居民楼。谢谢燕园杰哥的荧光棒，这边都是老房子。云岩区这边的话都是老房子，因为它市中心嘛。在呢，浩浩哥在呢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细看，不怼我了。哎，那我可以猖狂一下了，他不敢，他不敢。雄鹰哥挺好的，人挺好的，你人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等会儿来吧，我在加持，我在加持。不来我就可以口嗨了，不来我就能口嗨了。嫂子，我不怕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怕。那你说我刚才认那么怂，认走，认怂认那么早干嘛？都没面子，哎，对，雄鹰哥挺好的，你这点做的很棒，哎，这点做的很棒的。我不怕，不存在怕的，不存在怕的了，嗯。两个人的天堂可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雄鹰哥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麻了麻了麻了，对呀、啊、对，我从来不给人差评，从来不给外卖，我从来不给差评，对，挺好的。我穿旗袍哪来的胸啊，人家接单给送在家门口，还有啥不好的，还有啥不能理解的，就是对呀、啊、雄鹰哥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一般我从来不给人差评，什么事情我都不给人差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雄鹰哥，对，骑手这方面我从来不给差评。你的温柔，
这中暑之后是真的不耐热了，中暑之后是挺不耐热的，就感觉一点点热就感觉好热呀。我一般如果说在饭店吃到饭里边有苍蝇，我不会说什么，我直接就是不吃了，走了，结账走了。就这样走了，就直接是这样子的。我上个厕所去啊。
回来了，回来的。我不姓安，我不姓安。欢迎4056。真的有人不让你聊到，所以脚步太轻巧，体验打扰着我们的时光。欢迎128哥，128哥好，128哥。这边叫鹿，我觉得怪怪的。这边就叫安安就好了呀。我这边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呀？那边叫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呢？你非显得你特殊，就跟你自己，就跟你一个人知道一样。那么多人都知道，扯把你显摆的。欢迎我菲菲哥，菲菲哥好，菲菲哥，菲菲哥好呀。那一晚不再静悄，人已经打扰到我们的时光。我一般白天播这边，晚上就播那边了，就播某音了。这上面可以关注一下啊，关注一下。老头们应该下班了呀，哎，不知道呀，目前就你一个在呀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家里看得紧，那也许是，不是你别忘了，今儿个七夕呢。今儿个七夕呢，七夕节的话，人家不得陪一下家人，是不是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，老婆回娘家一个月了？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哪有？人家管得严着呢，人家陪家人，陪老婆，然后就算不是老婆，也是好几个，是吧？然后人家也都忙着呢。
哪有时间来陪我呀？是不是？欢迎年年有余，欢迎。已经打扰到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，我看外卖到哪儿了。还有2.7公里呢，我的个天哪，还有半个小时才到呢。买个花糊弄一下还能咋地？哦，买个花就叫糊弄是不是？那算了吧，那还是发红包吧，那还是转账吧，别糊弄了。看小姐姐不香吗？哎哎，这话我喜欢，上面那句话我就当我没说。看我不香吗？对不对？看我直播它不香吗？吹会儿牛它不香吗？对吧？我这个热度什么时候过期呀？怎么我31开的，30我怎么还没到？还没过呀？3点、4点、5点，对啊，3个小时了呀，不会给我整的4个小时的吧？因为我知道我这么久没播了，我热度不可能这么高，这么久没播了。欢迎清香默默茶，欢迎菊花，欢迎222。我看等会儿外卖到了，我就不播了，我就下了，下了之后晚上开那边。晚上就开那边啦，菲菲哥，你的反应有点慢了，他这句话都说很久了。钱呢？钱呢？小爱同学，音量加到30%。大股东都跑路了，那可不。
欢迎表哥呼呼。欢迎99233可乐，欢迎叶峰哥，安四很鸡排哦，那跑了，那跑了，那跑了的。鸡排鸡柳小酥肉，鸡排鸡柳鸡米花藕夹，你把你的口号把我喊懵了。鸡排鸡柳鸡米花小酥肉藕夹芝士棒原味鸡块香辣虾饼。晚点吧，晚点我们再出去吃吧，晚点再出去吃，点了个外卖。看还有多远啊，还有这么久啊，我就今天点外卖了吧，昨天点了吗？昨天好像也点了，没买菜，没有买菜，反正每次做完饭上了一身味儿。就要送花的多，就好像我在家不用吃狗粮一样，就好像我在家不用吃狗粮似的。其实都送花去了，我点个外卖还得吃一顿，还得吃一顿狗粮是吧？我点个外卖我还吃狗粮呢，是不是？怎么今天不下厨？没买菜，没有买菜。小爱同学，播放单身情歌。哎妈，这一口，这一口好酸！你们听不听？反正我放了。
重要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那也不是，也不是天天见，也不是天天在。不是，你咱们不讨论别人，讨论我自己好不好？我吃醋了。找一个深爱的真爱的真爱的真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那给我伤的人那么多，能爱有几个，不要爱过了错过了留下了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。没有酒喝，今天没开，今天没买酒，这几天都没买酒喝。和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不是最后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，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挖伤痛，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。调有点高。小爱同学，音量加到35%。不要爱过了错过了留下了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，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情。谢谢噬魂哥的荧光棒，感谢噬魂哥。你哭什么哭、啊、欢迎良辰舅舅。哎，我今天在谁直播间也看见了呀，今天忘记在谁直播间看到了，欢迎良辰舅舅。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，情的人那么多，我应该勇敢的过，爱过的错过了留下了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。看见这个良辰舅舅了，不知道哎咋嘞，小爱同学音量加到30%。外卖还有十几分钟到哦。哦，我这边这个还有1.5公里。等等哈，把这个，等等把这个放在卫生间给。先兜的，先猜的，还有1点几公里。小爱同学，播放《分手快乐》。我今儿非把你们给听那个不成，听散一个是一个，拆散一个是一个。闺蜜
出去呢，出去取外卖去。还有一公里，还有十二分钟送到。我这个我点的这个外卖还有十二分钟送到。他点的外卖已经到了，点了两家的嘛。不，我闺蜜啥你耳呼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得挨揍的，我不扛揍。怎么又变一点一公里了呀？我不扛揍啊，浩浩哥，我不扛揍啊！你不能让我去拆散别人呐、啊，不能看，看我闺蜜一个火箭，一个火箭能看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。关门。真是吧，然后现在没去给我拿餐，还没拿餐？嗯，你看一眼，还在赶往商家，我的天哟！不近啊，他拿完之后的话，他有可能是去的时候他还没准备好，还没弄好，他可能还没弄好。给，他可能弄的时候还没，他去的时候还没烤好，然后我想去取他的，取其他的呀。我有三只，好看不？但我觉得是第二句就觉得是腰上的，不晓得。我刚开始以为，我送人都送了两只。我刚开始我还以为红的着急，特别红吗？嗯。我试哈，我看一眼。他平时买贵光眼光还可以啊，花这个颜色花，这是666还是999？说翻过来翻过去看都差不多，一定给差评，没那必要，因为烧烤本来就慢。我买的虾，我看到一点东西，666。我觉得现在他应该不会给我买到特别红的呀，尝一下好吃不？口红，我尝一下口红好吃不？要不你试试，要不你试试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再吃点别的，今儿个过节嘛，好歹得吃点不？是不是？我们昨天晚上去买烧烤了的。烧烤好吃，好久没吃了，更好吃了。我乐意，我乐意，好吧。
不喝，我不喝。多少从不了解自己，此情可待已成追忆。我的时间还有，我这时间还有挺长时间的，还有90分钟的，还得3个小时我才能领下一次奖励，那个等级的奖励，算了吧。我租的房子，陈爱哥，我租的房子。火箭看，浩浩哥，火箭，这火箭还是我自己定的哦。你让我闺蜜来说的话，那可能就炒火了。我跟你讲，那可能就炒火了。我告诉你，怎么了，陈爱哥？你想表达什么呢？想表达什么？要男朋友干啥？还不如要火箭是吧？没有就送火箭呢。那我有没有你们不清楚吗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有没有你们还不清楚吗？多少楼在烟雨中，欢迎青室苏小小，欢迎青室苏小小，欢迎大家。我次有几个稍微轻点的跟我酸的一口水流一嘴清口水。等会儿我这边外卖到了我就下了啊，大哥们，还有600多米。情深深泪蒙蒙，经历你的眼。下了之后关注某音的这个号，左上角这个号，然后呢晚上会在那边开播，也许啊，也许元气滔滔奶茶，两只甘露，苏的葡萄冬冬，葡萄冬冬我喝不得，酸，葡萄冬冬酸。这么贵，葡萄冬冬挺贵了。一般的我喝过这种，不晓得，反正喝这种酸，我喝葡萄，我反正我走了，我就忘记是点哪家的了，酸。嗯我跟我女朋友一起住，不是过七夕去了，吃饭呀，我吃饭呀。浩浩哥，有没有的话，你们看我这么多年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前段时间我说的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行了，我下播了，咱们关注这个号，然后去那边看。我就下播了，我要吃饭了，我看外卖已经到了200米，他马上给我。